妈，我爸也来信了。你爸来信，你不赶快把信拿着，信呢？信呢？都快揉成腌菜了，你这孩子！你给妈读读，你自己看呗。就你爸这字歪七扭八的，妈能忍下几个？我还求你了，是不是？秀娥，你好吗？孩子们也都好吧？好，刚跟人家打完一场架。妈，没打。行了行了，念你的。我们在这边工作很紧张，但还算顺利。老郑的表现也很好，受到大家的一致表扬。你要多去对门看看姜老师，照顾他。用得着他说呀？那给家里人写信，老提人家的事儿，还念不念？你挑跟咱家有关系的。哦，告诉坦克要听话，别惹你妈生气，替我亲亲秋莎。完了，完了。是啊，就这么多。张纸，半张废话。行了行了，就这么多了。妈，要回信吗？当然要了。你做完功课了吗？还没做呢。你功课没做，你给我这扯闲篇你啊！我出来不做功课，过来过来，做功课。不做完功课你不许吃饭，听见没有？去啊！啊，我们那口子也来信了，说郑主任在那边表现挺好的。哎，他也挺好的。啊，挺好。再见。因为舅舅的关系，我在人前始终觉得抬不起头，都想尽量忘掉他，何必还要多事？商量。妈妈，别哭，妈妈，我自己去。你在哪儿？扶妈妈起来。妈妈，你哎呀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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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，是你妈被叫了。哎呀，姜老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要伤了是吧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朱大夫，搅得司令部。哎呀，你这时候还说这种话？坦克，赶快去妇产科叫他们准备好。就给你妈找把伞，你也行啊，能走吗？啊，能走吗？能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我升坦克的时候头天还下地呢。来，你架着我，来。妈妈，哎呀，你说的什么话呀？老傅走的时候把你交代给我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哎呀，慢点啊，坚持啊，姜老师。来，咱们几步路就到了，看没看没，快来，快来扶着你妈，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走，走。好。
人孩子平安比啥都强。快来快来，抱抱你这大胖小子。你多可爱。赶快给郑主任写封信吧，他一定高兴得不得了。作业做完了吗？做完了。做完了，那你拿出纸和笔来。干嘛？给你爹写封回信。哦。妈，你说吧，写什么？哎，孩子他爹太土了吧，叫你咋写你就咋写。好，我写。说。孩子他爹，你交给俺的任务俺已经完成了。老郑屋里的生了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胖乎乎的，虎头虎脑的，怪招人疼的。老郑，想啥事儿呢？我看着这起起伏伏的海水，真是感觉人生无常啊。老婆，你说如果当初我没有走，没受你影响，这会儿我也在对面。对了，就在这小破岛上担惊受怕，陪着你的肯定不是我，是你舅舅。说不定你现在正被国民党抢救伤员呢。是吧？也许是。哎，老张，我听说你舅舅当年对你不错，那你还不想办法报答人家，告诉他我们现在的生活多美好，让他过来啊，安度晚年。对，你那天的那番话我得说。这几天呢，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给他写封信，告诉他我在这边的生活多美好，这边的人是多么希望和平。哎呀，可是后来想来想去，信写了有什么用呢？往哪儿寄呢？你要真有这想法，我回去向上级汇报，想办法找渠道，千方百计也能把信送到他老人家手里，怎么样？好啊。你想想，他要能收到信啊，能过来啊，跟我们在一起享受祖国的关怀，跟亲人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，多好。左手抱着小胖妹，右手抱着小外孙，多美的事儿啊。哪来什么小外孙。老胡，你有事儿吗？我们那口子来信了，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想不想听？什么好消息？姜老师生了个大胖小子，母子平安。等兄弟部队一接替我，你马上回去抱你的大胖小子去啊。老傅，太好了。谢谢你啊，兄弟跟我说了。进来干啥？这我交给他的任务。哎呦，哭了哭了，来来来，妈妈抱抱抱抱。哎呦，是外头冷，外边冷，回屋吧。啊，看你咋长啊？哎，叫啥名来着？啊，海平。海平。对，老傅，这次在前线，我亲眼看到大进门、小进门，也听到炮声隆隆，深感祖国不能统一的悲痛感。就像咱们国防部的文告说的。都是中国人，打了这么些年，难道还要打下去吗？真希望啊，在他们这代人身上啊，能够让他们亲眼看到海峡两岸的和平。这名起得好，有意义。哎，你不知道吧，在前线的时候，老郑不光冒着炮火救了大量的伤员，还把书给编完了，双喜临门呢。哎，老郑，你编的书让老魏先看看。给你看我乐意，给他看，他能说出什么？别呀，人家是党委书记，咱们也得过公墓，是吧？
那行，等我整理好了给他看看。哎，对对了，走，看儿子去。走。左手拉直了你坐车，右手在把乱布拉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爬。哎，老张，我觉得这爬没有踏好，三人同把鬼门关上踏，这踏啊、哦、踏，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踏。哎，老魏来了啊，看完了啊，对，精彩吧？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老郑为了听你的意见，大家等了你半天了。行行，听领导意见就得积极啊。哎，坐吧坐。好好，我只不过呢有一点点看法，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。说，我洗耳恭听。哎，我觉得啊，我们做一切事情，那都要是以政治挂帅的，你同意吗？是，同意。所以啊，你这本书呢，也应该体现这一点，要强调我党的领导，我军的性质，还有就是说我们对野战外科学的贡献，还有的就是，野战外科学，那是为人民服务的。政委，这不是政治报告，这是学术著作。对对对对，今天不讨论这个啊，老张，要不把书稿拿过去。咱们广泛的吸取一下群众的意见。不，老傅，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。政委，啊，听您的意思是说我的书稿没有政治挂帅是吧？啊，是啊，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何以见得？何以见得？你看你举的那些例子啊，他举的那些例子，那好多都是外国人，什么美国人、德国人、日本人，还有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医疗专家，是不是？那你就为什么不写写我们自己的人呢？那应该提谁？你说、啊。这怎么能是我说该提谁？啊，你不知道？按你那个意思，就是说，你像我们八路军、解放军、新四军，就没有一个野战外科学做过贡献的人？那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认为没有立场，没有政治。哎，老魏，老魏，你别动不动的上纲上线儿。一本书哪有这么严重、啊？老郑加入我们晚，对我们的事儿他没有那么了解。不是你不了解，你可以问一些了解的人嘛，你可以反映嘛。那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会认为，那你崇洋媚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啊。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啊，这实事求是啊。当时条件非常艰苦，战士负了伤，只是用一点点中药草药。哎，一点点中药，一点点草药，那算不算是贡献？那如果算是贡献的话，那你为什么就不写呢？那请问你这本书你宣传谁？你像这样的书，那在我魏锦麟看来，那就还不如不写。老魏，老张，这老魏，老张，这怎么就听不进意见呢？老张，这是干啥呀？我去锅炉房把这个烧了。你疯了？这是你的心血。没听魏政委说吗？这种书还不如不写。老张，你这不是较劲吗？老魏的话就这么一听，不代表组织，也不代表我，仅供参考嘛。怎么参考？我不接受。你看，这书写出来就是给人看的，人家看的啊，提提意见，挑的毛病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再说老魏的话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，他就是没道理。把用中药草药写进野战外科学，这不闹笑话吗？这不是，老郑，这话我也不赞成。中草药就不是药了，用中草药就不叫外科了。再说我们也不光是光用中草药。行了行了行了，要是你院长怎么看，那这书你帮我改好了啊，怎么改都行，只要能通得过啊。那我咋会改呀？那你废什么话呀？倔驴子，老魏，你说的话也不对，人家辛辛苦苦把书写出来了，你怎么能说还不如不写呢？我怎么不对了？啊，你像这样的书啊，怎么给领导看？你领导能批吗？我马上要交上去，领导就会批评我，我们这是在作乱。
我要早知道这样，那还不如叫他完成我那个月经规划呢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再提你的规划了，你还是想想办法，怎么帮他修改。我帮不了，你看看，我给他提一点意见，他就这个态度，油盐不进呢。你是院长，你帮他改吗？怎么都让我改呀、啊？我是这材料吗？我咋改呀、啊？我不是，你不喜欢他写这本书吗？你不积极吗？你俩不还唱戏吗？你喝吧。老郑，老郑，副院长。哎，孩子睡了。啊，睡了。顾伯伯，哎，老郑呢？在里屋呢，怎么敲门都不开。叫他。达志啊，副院长来看你来了。老郑咋了？你走吧，我没事儿。没事儿你不吃饭？孩子们都等着你呢。吃饭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是啊，苗哪不舒服，咱上医院去看看去啊。啊？我不去。你让我歇会儿吧，我不吃。没事，他的病我能治，我这就回家给他开个药方，等着。老郑，就是。爸爸，爸爸，这门什么事啊？老郑身体不舒服。舒服找你干什么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他的病大夫看不了，只有我能看。嘿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大夫了？还别不信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副院长，老师，药方来了，老郑这病不用吃药。老张，看看这个啊，行吗？这个，放心吧，一会儿就好。居然不知道诺尔曼白求恩这个人。当然，他在延安帮咱们抗战，你怎么会听说过？我告诉你，白求恩可是有名的外科医师呀。
来喝茶。啊，谢谢主任嫂，放这儿吧。你看，白求恩，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，加拿大联邦政府卫生部顾问，那是真正的专家。毛主席都说过，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，他的医术是相当高明的。哎呀，你像这样的人，啊，能够自愿来咱们中国帮咱们抗日，最后呢死在工作岗位上，伟大，太伟大了。因为他是加拿大共产党员，也是美国共产党员。你看，他曾在四个月里走了1500里。做了300多次手术，救了1000多名伤员。他的口号：把手术台设在离前线伤员最近的地方。老傅，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嘿，你以为我在后勤学院混日子呢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老师就是当年白求恩的助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哎，这就不用了吧？反正你也不改稿子了，还看他干什么？我一定要看。而且书稿我一定要改。你想，像这样一个有名的专家，毛主席还专门写过文章纪念他，给予这么高的评价，我能不好好学习、好好了解吗？别急，这就是给你准备的。我要告诉你啊，白求恩不光会治病，也会写书。看，他也编过一本《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》。这本书能找着吗？后勤医院图书馆可能有。我帮你问，一定要帮我找着。太好了，我的外科医战学又有新的内容了。来吧，老张，庆祝一下，来庆祝一下。哎，等等，喝点酒吧。好啊，秀娥，拿酒来。老傅，嗯，老傅，哎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。啥事儿？老张那本书啊，审查通过了，现在送去出版了。好事啊，同学们，那高兴高兴。哎，别，我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呢。这个上级领导啊，让咱们研究研究，派一名代表去北京，参加那个叫全国医药卫生系统的技术革命和技术更新的成果展览。研究啥呀？肯定是老郑啊。咱们再商量商量吧。商量个啥呀？不是，那你上级领导没有指名道姓的叫老郑去啊？让我们研究研究，那就说明让他去也可以，不让他去也可以啊。可成果是人家老郑的呀。没错，成果是他的，那书是他写的，但是功劳不一定是他一个人的。你比如说还有你。我一个字也没写，我有啥功劳啊？我知道你没写字儿，但是白求恩的资料是不是你给他的？那倒是。还有我，如果我不给他提意见，他做出重大的修改，那他能顺利的通过吗？那要你这么说，那有功劳的人多了，后勤也有啊，后勤提供的疗养院呢。对呀，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啊。功劳不是他一个人的，永远是属于集体的。啊，那你的意见让谁去？不是，我，你要我出意见，我就建议你去。我不去，成果也不是我的，我没这脸去。要去你去，我去也行啊。那如果组织上同意，那我就去。你咋那么不要脸呢？那你这德行还去北京？你把地给我扫了吧，你也行。邓主任，哎哎，邓主任啊，邓主任啊，哎，是咱这儿的吗？报告，邓主任，先别干了，来，先把这表赔了啊，上面怎么样？什么表啊？什么？哟，院长。您的书被推荐到北京参展了，好事啊！同志们，邓主任要去北京了，想不到，真想不到，太好了！这回啊，您可给咱医院立了大功了。是，何止咱们医院啊，届时代表全军。我说老郑啊，一了又给咱部队挣了光了。挣光了，邓主任。哎，说杨院长，恭喜！太好了！怎么说，你要上北京了？是，有这种可能。那说不定还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呢。真是那样，那当然好了。爸爸，你真要上北京见毛主席？孩子，别出去乱说啊，还没接到通知呢。还用通知什么呀？成果是你的，当然是你去了，谁还有资格？不，在接到通知之前啊，还是谨慎点好。你呀，是越来越小心了。小心点好啊，小心无大错。哎，
别说，我还真得准备准备。要是真让我发言的话，我该说点什么呢？从北京带回来的，可好吃了，你尝尝。甜吗？好甜。吃吧。再拿一块。哎，坦克哥哥。干嘛，康美？闭上眼睛，张开嘴巴。干什么？闭上嘛。这是我的果脯，谁叫你给他吃的？就不给你吃，康美，给你吃。什么臭东西？给我，我还不要呢。你赔我，这是从北京带回来的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爸爸很快要上北京，我让他给我带好多好多果脯回来。啊，你爸要上北京啊？我爸爸写了好厚一本书，要去北京见毛主席。走，康美。远程，爸，一个人站那儿干啥呢？康美的爸爸真的要去北京见毛主席吗？谁说的？康美说的。走吧。伟大领袖毛主席。哎呀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吓我一跳！哎，老郑要去北京啊！哎，你咋啥都知道？康美告诉坦克的呀，说他爸爸要去北京见毛主席，咋回事啊？老郑的书参加全国展览了。那你去吗？书又不是我写的，我去干啥？那要是没你，那也没有他的份儿啊！真是的，啊，有好事儿就想不到你，有困难就想着找你来了。我咋没份儿啊？啊？老郑的书全国出名，188医院的光荣啊！我是院长，咋没我的份儿呢？哪有风光的是人家，也不是你。这小心眼、啊！你干嘛去、啊？遛猫弯儿。嘿啦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嘿啦啦。天空出彩霞呀，地上开红花呀，中朝人民力量大，打败了美国兵呀。全世界人民拍手笑，帝国主义害了怕呀！嘿啦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，嘿啦啦啦啦，嘿啦啦啦！全世界人民团结心，把那反动势力连根拔，也没连根拔。老冯，听他说了吗？到处说他要去见毛主席，去北京。嘘，小点声、哎。什么叫小点声？组织上还没报呢，他就四处瞎说，瞎说什么？还有组织性、地理性没有，还能把组织放在眼里吗？你说这还没去北京呢，他要是去北京见了毛主席，188还能容得了他吗？啊，他还认识188吗？对不对？你来就为这？啊，对，有一个事儿我要来通知你来，下午部长来电话叫你去部里开个会，啊，知道了。你到部里见着部长以后，一定要把他最近的思想状态啊跟部长说一下。一没参过军，对吧？二没入过党，就是一个技术人员。他狂什么狂啊？他能狂过组织吗？一定要把这种气焰给他打压下去。动不动就打压，打打压，理由呢？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交给我了，我灵机一动我就能想一个办法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见着部长以后，即使他们不同意，你也要顶住啊，不要随波逐流。行，我听组织的。你去哪儿啊？遛弯儿。郑主任，您什么时候上北京啊？什么上北京？还瞒着呢，大伙都这么说呢。这事儿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别瞎说，这事儿听组织的。行，工作吧。行。郑主任，好，小李啊，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来通知您，这次下山区医疗队由您带队，下周一出发。这样，您抽空去趟政治处，我把基本情况给您介绍一下。哎，郑主任。哎，老傅。哎，老张。去哪儿了？去部里开个会，明天就回来。有事吗？啊，没事。
走了。好。新民，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他们放我假，让我回来呀，做出发的准备。出发？嗯。什么时候？下周一。下周一。你找什么？长靴，还有手电筒。哎呀，别那么烦，我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。再说了，你上北京要长筒靴和手电筒干什么呀？谁说我去北京啊？啊？哎，那你上哪去啊？下周一啊，我带医院医疗队进山区，听清楚了？那北京谁去啊？这我就管不着了，这是组织上安排的事儿。这不对呀，是你的成果送去北京参展，怎么你不去反倒让别人去呢？这也太不合理了。有什么合理不合理的？这成绩又不是我一个人的。可署名是你的呀，我找副院长问问去。哎，你不要去。为什么？问问都不行？你等等，问什么问呢？新民，叔能参展，我已经很满意了。难道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摊上啊？哎呀，不就是北京吗？我也不是没去过。新民，既然组织上决定让别人去，让我下医疗队，就有这样安排的理由啊！有什么好问的呀？啊！我替你委屈。为这点事儿，值吗？别这样啊！是啊，啊！我妈妈在里头哭呢。你妈在里头哭呢？那你爸呢？我爸爸也在里头。那得了，天快黑了，你去大妈妈家做作业去吧。啊，好吧，好吧，走，拿上书包，走。对，你不是要上北京吗？我觉得下乡比上北京要光荣。好，走吧。团长，走，跑步。你哪儿人？我上医疗队啊。医疗队？啊，谁安排的？魏景林。胡闹！站来，站来，站来！哎，站来。小傅，哎呀，站来。怎么回事？来来，跟我来。这你干嘛呀？回去干嘛？哎呀，你跟我来吧！我刚从部里回来，上级已经决定了，让你去北京。什么？我去北京？对，去北京开会。来来来，你呀，赶紧回家收拾行李，去北京见毛主席。快去！哎，见到毛主席，别忘了替我向他老人家敬个礼啊！快去！哎，老傅，啊，主席认识你啊？不认识，不认识也表达一下敬意嘛。快点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啊，哎，老傅，你说巧不巧啊？医疗队前脚刚走，后边呢，后勤就打电话要郑达志去北京。我说啊，他不在家，去执行重要的任务去了。上级领导呢，叫咱再派一个人去。你说是你去啊，还是我去？咱俩谁都不能去。老郑让我留下了，没走成，还是他去。什么？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他追回来。本来就应该人家老郑去北京了。什么意思嘛？你这不是拆我台吗？我没拆你台啊，我是在补台。既然我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就应该改正。哪错了啊？让他下医疗队错了吗？下医疗队没有错，错误的是我们的思想。老魏，
你敢说你心里头没有嫉妒老张？我没嫉妒他。没有想整人家的意思？我没想整人家。放屁！坦白的说，我都有。老魏，咱们干这种事儿，是要让人家戳脊梁骨的，是要让像老郑这样的知识分子寒心的。别老拿这事吓唬我，那知识分子的政策我比你清楚的多，啊，团结、利用、改造，关键是改造嘛。错了，首先是团结。怎么团结？团结就要公平，啊，跟非党人员争荣誉，把别人的金往自己脸上贴，公平吗？啊，那我是政委，这个事儿你都不跟我商量，公平吗？我是没跟你商量，我是怕来不及弥补错误。你可以批评我，我也可以向你道歉，可是我不能让我自己的良心过不去。想想吧。总理和几位元帅来到会上，仔细观看每件展品。总理拿起了我们的书，问卫生部张部长：“这书是翻译的，还是我们自己搞的？”张部长说：“是我们自己的。”并把我叫了过去，介绍给首长的，说：“这是作者。”总理和几位元帅都跟我握了手，说：“你们是个创造，部队就要准备打仗，这样的书是有用的。”总理还问：“这书里有咱们自己的内容吗？”我说：“有，关于白求恩大夫以及他在晋察冀边区所创造的医疗奇迹。我们这本书是在各级领导和院党委的指导下，是在全体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完成的。”总理笑了，他说：“请代表我向医院领导和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和祝贺。”老傅啊，啊，这回你派老郑上北京那儿派对了，有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那就是与众不同啊！啊，哎呀，这么大事儿，也没和政委商量，我要不要交份检查呀？你看看，你咋还小心眼还骂人呢？啊，哎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就改；你说的有利于人民，哎，我们就照办呢。你说老郑入党那个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得提上来了？哎。这回你得跟我讲到一块儿去了。锦上添花，趁热打铁，我怎么能拉在你后边？你是入党介绍人，怎么样？行，我愿意当。还差一个呢。我是书记，肯定是不行了。这样，派政治处的小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行，我跟他说。啊，什么来的？哦，对对对，还有啊，叫他把那个入党申请书啊重新写一遍，啊，然后交上来。老郑，有个好事儿，想不想听啊？什么好事？要你入党啊？哼，真的？愿意不？我当然愿意了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啊！老魏说了，要趁热打铁，让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，还有一个是政治处的李世飞同志。好好好，你呀、啊，要重新交一份入党申请书。老魏特意嘱咐啊，让你着重谈一下啊，对当前形势的认识，好好考虑，尽快写。解出来，让小李先看看，然后交给我。好的，好的。新民，新民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了？什么事儿这么高兴？啊？新民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入党了。你要入党了？真的？真的。我一回来，老父亲跟我谈，介绍人是他，还有政治处小李。他们让我赶紧再重新写份申请书，再交上去呢。太好了！哎，你说这好事怎么说来就一块都来了呢？哎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不是梦，是现实。新民，祝贺我吧。祝贺你，郑达志同志。谢谢你，
新民同志。